我其实小的时候是儿童演员，是两岁的时候有开始拍戏。第一次拿到面试机会的时候，我没有很好的去抓住这个面试机会，回去后就对着电视，就看着前辈的影视作品去练习。我那时候那么小的一个小孩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不甘心的那种想法。真的是运气很好，也给了我第二次的面试机会，成功面试过关过后，开启了我的影视这方面的这条路。荣获提名最佳新演员包括文俊辉、野良犬。因为某个很巧合的原因，在某个场合知道了，然后就跟我们的成员一起活动。谢谢你，就一直以来作用你是贵在坚持四个字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广东省深圳市的文俊辉俊。大家好，我是深圳的文俊辉俊。你好，深圳的文俊的。我是深圳的文俊。欢迎你们。在未来的路上，不管是变得更好也行，或者是遇到更大的困难也行，那我觉得也要像现在一样，一直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不是有句话叫“不撞南墙不死心”吗？大概是这样的，但是我是觉得未来的我肯定也是一个真的撞了南墙，就拼命把南墙给撞倒的样子。先谢谢我们全世界的克拉们，谢谢你们给予我们的爱。然后呢，最近其实我看到一句话叫做“所爱隔山海，山海皆可平”，希望我们想要传达的力量可以给你们一些温暖。能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非常的时期，期待我们再次面对面相见的那一天。谢谢你们。